来看到好心借出空间来盖厕所，但没想到竟然是噩梦的开始。桃园市大园区的皇家篮球场呢，临近置地广场，这运动购物的民众众多，但是附近却是没有公厕可以使用。为了便民，皇家福德祠呢借出了空间来盖厕所，但没想到是使用人数是超过预期，厕所垃圾不但天天爆满，这环境更是脏乱不堪。走进厕所里，臭味马上扑鼻而来，满地垃圾、卫生纸。就算再想上厕所，这脏乱环境实在让人退避三舍。这里是大园区皇家篮球场旁公厕，过去因为周边没厕所，运动民众要上厕所都得跑到几百公尺外的商场，实在很不方便。为了便民，临近的皇家福德祠好心借地让公务局改厕所，没想到却成为一场噩梦。很多人都这样去逛街，然后吃东西。就全部都丢到那厕所里面，然后有的人就是上厕所的时候没有无干净。公共厕所啊，我们又不能说上锁，所以有时候有流浪汉呐，还有时候在喝一喝在里面睡觉。这个环境都比较没有办法照顾到，就都是我们这边土地公这边义工去帮忙打扫。皇家福德祠距离置地广场不到100公尺距离，旁边紧邻华泰、X Park 等知名商场，每到假日都挤满游客，这让厕所使用量超出预期。原本代管的福德祠志工根本无法负荷，只能向议员反映，希望市府能收回管理。有纳入有氧工处，纳入来做整个清洁维护来管理。养工处也答应呢，每天会有两次来打扫。经过会勘协调，皇家福德祠旁公厕2月6号之后将由养工处接手维护，让志工终于可以松一口气，也还给民众一个舒适的入厕空间。